韩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阿妈今天呢要带你们去逛花市。这个市场呢就布置得很喜庆，然后你可以看得到有很多关于新年的装饰品，然后有一些盆栽啊、橘子啊那些，他们都有在卖的。这个场面呢，在国外呢是很少可以看得到的，尤其是我身处于拉斯维加斯，然后一点新年气氛都没有，除非你去逛一下华人超市，不然的话就没有什么太夸张的气氛。所以这期影片呢，就带身处于国外的朋友们去逛一下中国的花市，感受一下这么喜庆的新年，中国的新年。对你啊！呢、這個飛春，哎呦，好懷舊。真係過嚟下佢哋，而家哇，仲係蛇嘅呢、這個。我幫佢啲花太靚，太誘人，靚到似假咁。牡丹啊，好靚。咁左右。
一生意都很好。阿妈现在呢，就跟亲朋好友去吃饭。当然了，新年当然要跟朋友啊、亲戚啊一起聚一聚。哇，很丰富哦！希望你们也可以跟你的家人、亲戚、朋友一起聚一聚，然后开开心心的过年。我的小朋友在这里，你们喜欢的冰箱给我点赞啦，拜拜。